哎，来，你们刚来吗？好，我跟你说哦，你那个等一下，你们看要找哪位老师写，跟他拿号码牌。假设我要找这位老师，你就跟他拿你的号码牌。那你会看他，你想喜欢他什么字，他都会放在上面的。那你觉得你喜欢哪一种，你就去拿。拿完以后，他一定会放在上面，稍微帮你亮一下。好，上面有那个，他会亮一下。你可以到这边来喝个茶，喝个茶，它里面有一个杯子，叫做马祖杯，可以送给你。哦，再来就是你们等到他，你那杯你喝完了，你的号码大概也。